改革开放以后呢，把这批艺术家就称之为专业术语，就是说职业画家、职业艺术家。听说您87年就主动辞去了原有的工作，那么当初您怎么想？因为我在单位里边工作了很多年啊，每天就是拿着工资没事干，就是看看报纸了，下下棋。要想画画的话，单位的经费也很有限，我从精神上也感觉受不了，因为我所学的专业没有用，所以我觉得我只有脱离了单位，我自己去挣经费，自己去工作。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吧，我总这样想，你说呢？单位不单位，可能反正对于我来说，单位不单位，我觉得不重要。我关键就是说呢，能够就是说我付出的劳动能得我比较实际的这个收入。觉得人生不应该在这个生存上哈，受到这个社会的什么，像咱们过去谈的铁饭碗呀、什么公职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看到，就是生存实际上是自己的事情。更重要就是说，你自己的这种技能能不能和社会这种有限的这种机遇结合起来。自由职业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这个自由职业并不是说我们追求的是这种自由，就是说我们自己追求的这种事业最后就是把你逼到是你别人称你是一种自由职业。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并没有说是达到了一种这个自由的境界。你父母对你这个职业的选择怎么看？那当然要用大部分家庭父母的这个看法来说，你这堂堂的大学生是吧，又是头一届，学的这个专业，你看人家兵马俑哪个博物馆不能去？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人而异，至少我给我父母也这么解释，我说人啊，一生也不就是几十年。你们这几十年只要养育了我们这一代人，我说就很辛劳了，是吧？那么到我们自己，我觉得应该至少在我们这一代应该选择自己应该从这个大千的世界里头选择到自己的位置。以后不能这样就写了错了，这样再写。刚才妈妈跟你说的那个笔画啊。坐到街上，别人都看你。这么长的胡子，这么长的头发，你为啥留这么长的头发和胡子？这个有些人不理解，以为是说到这个问题就不理解，回到家里更不理解了。就是在这嘛，那可能还也许类似于我这种人多一点，可能大城市人也无所谓。但尤其回到老家以后更不理解这个问题。咋说的是，你看这次回家媳妇就说是这个画色还没盖大，你把这个视线咋的那么大，头发长胡子长装的像个艺术家呀，实际就是个艺术家，又不是装出来的。我这个一个是咱这个胡子好像长得比较快一点，刮不净刮麻烦，那没有时间。我这个人比较随便一点，也不太收拾自己。再一个就是也可能脑子里边成天想的是画画啊或者怎么样工作上那些事情，也就顺其自然了。那么你为啥要跑到北京来画画生活？我是从小是在山西长大的，就说是但是这个为啥后来来北京，我就感觉因为这个绘画嘛，它是重要不断的创造要发展。这个
我是在陕西，也熟悉咱那边的生活，但是我感觉在一些观念意识上，当时好像老是在那个范围里头的话，恐怕这个眼光啊，这个观念呢都受一些限制。再一个，也想知道一下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在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大的这个文化范畴里，范围内，那可能就是还是不太一样。来的时候就想寻找一种就是自己所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就是那在陕西时候只知道陕西是怎么样啊，你画的那刚才熟悉那个圈子里头也好，你的认识也好，只有在那个范围内。而到北京以后，那这个文化背景就大一点，那个各种文化人啊，各种展览啊，接触机会也就多了啊。你比如看国内外一些展览，也都能看得上。这个绘画它是个直接的视觉艺术，你要接触原作，要看原作。在咱那边的时候就陕西那边的时候就这些方面恐怕就比较闭塞一点，所以当时就想来在北京来闯闯嘛。坐在这儿，这个都是新画的，知道吗？新画的是这样的，这个也是画，是画。这你画的哪儿啊？你看像不像啥？芦苇塘是苇塘，我问他这什么地儿的苇塘。你画刘总的特写画挺好。这怎么是刘总？哎呦，这是你办公室？对，就在这儿。反正啊，办公室地方也不算大，也过得去吧。反正在这儿嘛，这要想从接触也算还不错了。这个办公也在这儿，吃醋也在这儿，办公桌你看乱了，非常乱，就这个样。晚上在那睡觉？晚上就在后边，也是办公室，也是卧室吧。那个看就在这边。啊，乱的很。刚回来吧，那个你看，都非常乱。就在这儿，就在刚一人个房间。在实际房子并不是在楼上，但是我自己给自己心里那一种理想的吧，就是拿了一个松楼，上面还写了几句，我再过来再画个念一下，不是在那头。我说是，我从艺三十年来，就是从五六岁算起吧，从艺三十年来，曾在黑尾居、叶河寨、清兴阁、独角堂、芙蓉洞等知名地点生活学习。今日在钟贤队扶持下，终于登上我毕生所追求的理想之地，故将居室再次更名为松蓉楼，意欲像松柏一样坚韧挺拔，如云彩一样变化莫测，似仙鹤一般穿游百千。所以起了这个松蓉楼，实际上在平地上住着了，平房并不是楼，是心里那一种高楼大厦。找到的人很好。哎，慢点。哦。好。你这现在是残疾人吗？这东西是不是还要拉到现场？哦，这要拉到黄陵去。这现在黄陵也还得找我去监制，这一弄就得上月天去。这现在是他的四分之一，就将来放到两米四，是一块完整的花岗岩。这乐队什么时候组建的？这个乐队是在1994年吧。平时的演出地点是自己联系的吧？哎，对，平时我们主要搞两个工程，一个是希望工程，希望工程就是我们平常练琴呀、排练呀、写歌呀、去上课呀，我们把它叫希望工程。再一个呢，哎，在白天晚上我们去一些歌舞厅伴奏，
我们把它叫菜篮子工程，因为现在我们就凭这个谋生。我们搞这种纯艺术的东西，你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就是说你不搞点其他的，不做点商业活动，你这种艺术你再追求是一种空的。你比方要搞你这个事业的话，你画这个画，就是画里边好多东西，就是其他材料乱七八糟来就不说，就是你没有这个其他商业活动，你这个纯事业东西就搞不下去，就你搞到最后那就是你自己就本身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说你就是说逼着你也得搞一点商业活动来保持你搞这种专业活动或者是你的事业上的这种追求，它才能延续下去。没有这个的话，那就是咱搞一个纯事业东西给大家说，就是无非是宣了个誓，就是说我要画画或者我要搞我的事业，说了一整是一句空话。没有一份固定的工薪，那么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第一个就是在北京，在西安，有很多的画廊，我的画可以放到画廊。对。再一个呢，就是还举办画展，国内国外的画展，靠卖画来解决收入。过去有一种似乎人们有一种想法，就是中国的画家对外国人来讲，因为中国人还买不起画，实际上不是这样。这几年来买我的画，差不多都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人，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绘画的需求，这个消费意识逐渐有所改变，所以我的画的销售情况不能说是很好吧，但是比在单位还是要强不多。四楼是这边吧？这三楼。好，它是上一个是做那个楼梯下面那个灯箱牌嘛。另外一个是咱那个前面这个，这个台呢，如果在那个咱们这儿做一个那个灯箱，就是这个前边，冯领贵族那个柜台前面上边，做那个一两米长的那个灯箱，就是按照咱们商场那个管理，自己他这个柜台主自己要安装这个，行。这个杂志社收入优先，其他的收入怎么样？其他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是有一点吧，因为要不然的话，这根本不够。主要就是那给出版社画过连环画，啊，插图、题字，搞些书的封面设计。我这个因为啥？咱不是正常的有多少工资，就是在外边还有。自己维持自己生存以外，还要搞自己喜欢的这个事儿，收入也有限，就是有一下没一下啊，有几个了稍微给家里弄给一点，但是很微不足道，微不足道。现在那个消费又大，你我都挣不了大钱，就是你还写十个，那网站这是有意见。有一件的事当然在嘴上不说，但我也明白这个事情，没办法。这次回来，人家也和我没有多少话，不说。还是你去做饭，我来吧，叔叔。我不做。吃。萌萌，你吃不吃？池子，你说，这是啥吗？这是啥？龙胆糊。Thank you, Bob.
妈妈，妈妈，你想下午吃饭吗？啊？病魔。一会儿我领你下去买，好吧？病魔。啊？吃病了。啊。哎，你还快了。这啥时候买的？啥时候买的？好好说。啥时候买的？谁给你买的？爸爸。这谁买的？你把白药扔了。妈妈，妈妈，你妈叫了，你妈叫了。啊。凳子。凳子。啥凳子？啥凳子？那边。写字不写？这次回来也好不容易。你老以为你对了，我理他。我也没有以为，我以为对了。那你对了，你说嘛，也不说。你混饱了，你想这俩人能混饱不？你一个人肯定好混。一个人，那你不是现在也挣工资了？你管一下。我管啥？你我问你带面多少钱，你知道不知道？我怎么管？料不上的效益，你不知道。你反正啥时候都有事儿。你知道让孟孟跑成个野的去吗？啥？你不说没人管，让孟孟跑成野孩子去吗？这话你还记得吧？啥时候说的？那啥时候？你看你说过的话都自己都不认识。你看你这来了，你是要给一点时间，反正从你这个事业上比较强一点，嫁一张子，但是从各方面的工作这个家庭这个关系，还处理比较好一些，既有利你的工作，再有利你这个小家庭。我这一家走了，你也走了。哦，我这走可要到北京去了。要北京去，你看你平常这样，你就吃点药，我买个药，你再见也看看，给人家这个事儿。我一去可能这就可舍不来了，这可得几个月吧。啊，好，现在好了，那精彩好着了，那回来。你回吧，回去。很多年轻人都想走这个自由职业这条道路。嗯。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这说起来已经有十年了吧，没拿过单位的一分钱，基本是都是我自己。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外地的朋友啊、同学啊，像前年我就到新疆了，87年到海南岛，原来还准备搞养殖业，最后一看，完全不是那块料，因为以前也干过的也贩过麻袋是吧，跑过钢材，反正是浙江、北京、首钢、武钢都跑过。我觉得咱这个人也许不管在任何，反正就是尤其在这种市场经济下，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应搞这种雕塑工程。
小玲。经常给孩子通电话吗？通吧，也基本上是一两个月就要打一两次吧。有时候在外地啊，就是在黄陵的时候也要给孩子，尤其这个儿童节。你现在一家三口是新疆一个？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老婆在北京，原来在汕头是吧，广东，现在又跑北京，小孩呢现在在新疆啊，天山一带。那我这就毫无疑问，咱们西安就在这儿了，这现在成三点一线了。哎，也有意思。怎么联系？平时怎么联系呢？就是通讯啊，打电话最多了。有时候他们出差回来看看，我现在到北京和这个新疆的菜也少，也没了。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咱的黄陵陕北。如果要在北京混不下去的话，没有办法再继续待的话，你还是回到党内吧。如果在这边再后来结果再不太好的话，不是那么理想，那回去再说吧。反正这个我感觉现在嘛，吃完饭是不发生什么情况。那咱得去搞个别的宣传，或者自己的卖卖画啊，继续画插图。全国有那么多的报刊杂志啊，投稿也把就是，搞学的这门手艺吧，就是做个一般人，我就是啊可以过得去。所以也就有些事想不想那么多，目前就是想把画画好画下去，把目前想办的事按自己愿望去实现，尽力实现。